60岁，退休教师，丧偶，退休金4200元，住房面积51平。没事儿，闲时间就好上这个求这个社区来跟着这个球友啊，我俩这个经常这个锻炼身体。啊，先不跟你玩了啊！别的别的，就是约着你打，你跟这个叔叔打一下，正好我看看你的水平，然后那个相亲阿姨看看你的水平。啊，那就谢谢了，啊，谢谢。打一下，那就谢谢。刘大叔今天